家，我是翠鱼。但是我应该要说我是苏皮吧。哎，反正我们今天现在人在香港，为什么来香港了呢？因为我们来要来吃香港美食。但拍香港美食是不是有点无聊？我们今天就要来拍一个香港人带路的在地美食。今天我们的旅伴有他们，他们嗨。你要不要介绍你自己？我是曹兰，我是长得很像曹兰的熊姐。Hello， 是饺子大王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我觉得你很配合哎，你是明日之星哎。我是 Ginny。你怎么叫 Ginny 这种女团的名字啊？我是曲曲，我是她请来的保姆。造谣。她说她的那个行李箱是空的，要装满精品回去。或者你要不要介绍一下自己？你好。我是露露，我是白雪公主，我是露露，我是露露，一二三，我是露露。大家好，我是凡凡，最期待的香港。我这边几鼻子。我们下了一个神秘的地下室，竟然到了一个超酷的巴士店。这就是香港古惑仔在这边散步的吧？不过咱应该不会坐巴士。然后不知道上了什么车，神秘小车，港片的这种巴士，我刚看到觉得超帅。我们余文乐都坐这个，陈小春，大哥只是面热心肠，香港人都感觉好像很凶，其实对，他都说这个，林立几乎占据了半台小巴，所以我们现在下车非常狼狈，但大哥人很好，愿意等我们。成功哎！我成功了。下了车花了半小时。我们的第一间酒店到了，就在百货公司楼上。我刚以为我们先拿到房卡，是不是？还是要拿到小票？他说我们就算排了一下，已经申办 check in 了，但是还是没有房卡，要3点才能来换房卡。所以建议大家还是3点再一次排就好。我们浪费了1个小时在拿这张小票。好吃的，这个冰的吗？这个，它是冷冻的吗？好好吃哦。它菠萝油很好吃吧？很好吃哎，然后奶酥皮也很厚。它菠萝油跟台湾的味道是不一样的。对呀、啊，怎么做？它的菠萝油是有一点点他们不一样的奶香，还有一点点椰香，反正菠萝油推荐。哇，你好香啊！看辣椒好像有点，太咸，有点像豆瓣的哦。面面啊，要不要？然后变成跟它的奶油面有点咸甜。嗯，好吃，咸甜。对。那第一次吃港式食物的人，好吃啊。就这样的。我沉默型。不讲大家的，他的敲门。4人房好像蛮 OK 的，还有一个露台。这个也太大了吧！哦，有浴缸哦。哦，这边的 view 也蛮好的。拉布，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呀。不好不好，想见。我太肥了，不要，你就说你是拉姑就好了啦。嗨，我是拉姑。我们在地，我是凡凡。在地朋友来了。我们一下了是万发海鲜菜馆。哎，结果对面也有一间万发海鲜菜馆，是哪一间呐？还有万发烧。哎，怎么这么多万发？这条街是万发系列街吗？万发，这边有一间万发，哎，
到底哪一间才是真的万发呢？我觉得是这间。全部都是。结果我们竟然要进去的是永盛酒庄的门，全部都猜错了。哦，真的是在地人才能走这个小道啦。洗东西啊！哦，我以为是哪里？那代表他没有压干净，是。然后人家走的不干净，再说一遍。哦，其实现在垃圾不多。不用洗了，我洗一下。他有个手法，先练习一下，等一下再去厨房。如果水太热，就拿个筷子转一下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知道。你好不顺，你好不顺哦！一直玩到福气，不要起来等。你真的游泳了？对啊。做梦过现在这样哎，在这里楼梯下面，然后是坐这里。他说你是坐这里，而且你们就是刚刚那样，好可怕。不过很好吃哎，真的很好，而且很我家这个不是在地人，根本不会点得到的。小炒了，另加一份了，先吃一下。鱼干菜，鱼干菜，那鸡腿给我好不好？好啊。配那个芥末啊，修蚝啊，烧鹅哦，配那个梅子酱，记就是那个姜蓉、土豆，还有这个小红薯平底米，好吃啊！好吃哦，它那个牛排煎的焦焦的，很像在吃铁板牛排，甜甜的牛排酱，这个是马铃薯，那我真的不吃。马铃薯很好吃，好想学这道菜哦。哦，老板，我好也这样，我想要学这道菜再回台湾。好厉害哦！噔噔噔噔噔。血栓蓉粉丝蒸圣子，蒜蓉粉丝蒸圣子。很好吃哎，对啊，蒜很浓，很好吃哎，姚叔，最喜欢哪一个？最喜欢哪一个？小炒王，小炒王，我最喜欢这个，这个是土豆牛柳，小炒王，我最喜欢小炒王，小炒王，还有这个，三个都最喜欢。你最喜欢哪一道了？你也喜欢这道韭菜的道？如果你最喜欢哪一道？嘴巴这个，嘴巴这个，嘴巴是什么？这三条了。OK， 这个土豆牛柳。刚刚这一顿吃完多少？吃了1745，一个1000多块，我觉得 OK。这间铺大珍甜醋，在香港蛮有名的，买醋枣啊，醋枣，上了小孩要洗醋。对，哦，洗醋哦，哦，我告诉你，等一下，你还没有介绍你，我叫 Shelly， Shelly， 跟莱欧是双胞胎，对，你猜猜我是大还是小啊？是妹妹啊，我是姐姐，哦，你是姐姐，大姑们，大姑的姐姐今天要带我们去吃火锅，吃到饱，波兰街，是小妹，波兰街。好久不见，没有意的。我们要来吃老三火锅，七宝海鲜火锅，任饮任食。Oh yeah！ 台湾的朋友，你们好吗？香港朋友好吗？台湾的朋友，你们好啊！欢迎欢迎。哇，我们差不多15年没见了嘛。开。哇。
在香港的人，他喜欢，因为他喜欢，很喜欢，很喜欢，听不懂香港话也能讲，也想嘿嘿，外反反，对我在，外反哦，来比你功，比大细啲，大比你，细比你功，哇 ，Leo。成功还有还有还有啊是阿 Sir 啊，所以阿 Sir 今天来带我们一探究竟警察体育游乐会。薛莉说，这个警察体育游乐会一般路人是无法进去，需要有警察带。刚刚有看到很多香港帅哥警察下车，我是认真的。熊姐有准备好了没有啊？ID 啊 ，Line ID 先加起来。对呀，我明天就不去那个了，迪士尼了，我就再叫那个 Shelly 带我进来。中间会有两个颜色的块。很好吃，我喜欢绿绿的饼干，超大，而且它看起来颜色很淡，但是味道很够。烤饭好好吃哦。烤饭好好吃哦，是那种如果我在台湾吃到的话，就会每天外带回家吃的那种炒饭。有感觉很少，然后很干爽，可是却很够味，小孩子吃也很适合。香港的那个好的炒饭好好尝哦，难怪会有食神。我想吃啊，要吃啊。它的根是不是很好吃啊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它味道在哪里啊？味道很浓哎。又再来第二塔。谁点的？大家点的。超屌的。我们是不是太瞧得起自己的食量了？那这大水饺很好吃。还有包一整只虾。大姐，你看我。好吃吗？这个还没有比一个赞。很短，很短。哎呀哎呀，然后那些甜的，这个好吃哦。它皮好特别，有点糯米口感，有点黏牙，但又很 Q 很香。奶黄包，好好吃哦。味道好像有点，他们黄豆味比较重。每天都想说明要吃茶叶，每天都火吗？香港人带吃的在地美食餐厅，食成功。炸得很好，有十道菜。今天有十道菜，那现在上了几道了？四道，还要四道了吗？还要四道，六道，怎么办？你的数学。红烧的手法。
明天还来，每天都来了，太好吃了。我目前最喜欢椒盐鱿鱼，我最喜欢笋壳鱼，因为很嫩，而且旁边炸得很酥。大中华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就说大中华好好吃，然后学姐就说你要去吃过大中华，一定要来吃，他说一定要来吃这间。你去过大中华了？对啊，我们七八年前去吃过大中华。大中华都重视我，我们七八年前我们就吃过你煮的饭，很好吃啊，很好吃。弟弟，哎，董姐。没什么意思，最大我负责了，还钱，还有骂他们，使唤他们，说快点，白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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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人家不骂你就算好了。谢谢香港的朋友，有机会来台湾玩啊！香港人在吃在地美食之旅，成功了，耶！好吃。拜拜喽！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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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见再见！这个场景大概已经拜了20分钟了，20分钟一直拜不完。拜拜拜拜拜拜！3、2、1，喂！